慢点。哎，哎呀，哎呀，还真是有点累啊。往那边点。演文啊，你老丈人可不是省油的。挂起点，挂起点。我跟那个张副官玩了一场，到现在还是哥俩好。我丈人当然不是省油的了。您想想，到时候大帅见到武器那一天，就是我跟静芳大婚的日子。那这大帅看来，可是喜上加喜啊！是啊，只要大帅开心，咱们的好处就少不了。那当然。梅儿，静芳，哎呦，我们回来了。回来了，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啊？哎呦，那是相当的顺利啊。表哥，你都给我买什么东西了？最时髦的衣服，让你结婚的时候穿；最漂亮的首饰，给我。来来来来来。文旭，我们这样做对吗？当然对，我们进去吧。表哥，你对我真好。哟，真漂亮。你看，真漂亮。哎呦，聂文，爹，娘，你们怎么来了？怎么了？你们怎么突然来了？哎呦，是不是想开了？咱们两家马上就要亲上加亲了。什么亲？你们死难当头了，知道吗？爹，你说什么呢？什么死难当头啊？多难听啊！是啊，姑父，你别说这种晦气的话。爹，你别这样，有什么咱们出去说。为什么要出去说？就是要让沈家听到。沈文生，你给我听清楚。聂文是来报仇的，你们知道吗？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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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什么仇？我看你们俩才是来报仇的。怎么着？是你们两个觉得我这好外甥有钱了？是觉得他爱上了我的宝贝女儿了？怎么着？眼红了是不是？我说，你们有这么的输不起吗？傅文旭。沈云娘犯疯犯傻的，你是个读过书的人，怎么跟着她一样犯傻呀？我没有疯，也没有傻。那姑姑姑父来这是干什么的呢？我马上就要嫁给你们傅家，成为你们的儿媳妇了。你们没事来这里瞎胡闹，那我以后怎么孝敬你们啊？念文他这么做，是为了老袁还有小荣，还为我讨回公道。我是念在，你是我的哥哥。我不想看到你家破人亡，我才来的。念文，念文，听娘的话，跟娘回家去。娘，我不希望上一代的恩怨继续在我身上。我现在只想娶我心爱的女人，和她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求爹跟娘，不要阻碍我们。念文，我们走。念文，别这样。哎呀，走啊！哎呀，你们呐，别这样子让人瞧不起，滚出去！李明，我们说的话你不相信？我告诉你，沈家这一朵朵的红绣球，马上就会变成一盏盏的白灯笼，你知道吗？我呸！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你咒我们家是不是？来人，把他们轰出去！念文，念文，念文，听你娘的话，跟娘走！来人，念文，快点！你娘的话听到了没有？念文，回家去！念文，走，念文。叶文，上门星，什么白灯笼？呸！表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没事。小荣，别说。我的计划很快就要全部实现了。很快，我会用沈万生的血洗净你们的怒，你们的恨。很快就会实现了。哎，这边，这边，这边。哎，好嘞，挂歪了。哎，好，这边，这边。
把这个东西搬那边去。哎，好，好，来，小心点。哎，哎，把那个晾衣板拿过来。哎，好嘞。哎，来，哎呦，真是美极了。哎，念文，你看看这西式的婚纱穿在我们静芳身上，真是美极了。那当然。来，咱们去换个头纱。来，来，快，来坐下。 怎么？稳点啊！李大帅要回来了，回来了。小心点，我听门口的侍卫说，他又打胜仗了，说是等张副官把东西押回大帅府，就会参加贺喜酒。这个好，哎呀，你这么放好啊！去，去吧。嗯，好的。哎，念文，爹，不好了。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李大帅又打胜仗。 而且还说参加你的婚礼，好小子，有你的。我得去给你舅妈。啊，不，你娘去报个好消息啊！啊，可以了吧？哎，行。好，去，把那个搬过来。好，总算是到终点站了。 小心点啊！哎，啊，小心点！哎，接下来，刘队长，刘队长，哎，我看那黄颜色的箱子就不要搬到大帅府了吧？知道了，你就放心吧，都要送到你府上去，啊！一定要小心啊！哎，好，没关系。 别担心，啊，爹，啊，娘，我是来带你们走的。走去哪儿？离开这里啊！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你把沈家怎么了？你说啊！我让沈文生帮李大帅运一批枪。 我把这批枪调了包，你们说李大帅会怎么对沈家？娘，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我借刀杀人，为你、为小龙、为袁叔全都报了仇啊！娘，你说话呀！爹，爹，我做的对吧？您同意吗？ 沈万生是坏是做绝，丧尽天良，该杀了沈万生的是我，但念文，这是上辈子的恩怨，你不该掺进来。你想过没有？李大帅杀了沈万生，他会放过你吗？所以我们才要快点走啊！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爹。走去哪儿？你奶奶呢？傅家的茶园怎么办？你以为傅仇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 逃得了河沙，跑不了庙。李大帅会放过咱们傅家吗？冤冤相报的后果，你想清楚没有？回答我！我不想知道，我只不过让所有恶人都遭到报应而已啊！沈文生，沈文生他做了那么多坏事，沈文生不该罪有应得吗？ 你吗？你这么做，娘就会赶紧走了吗？娘可是死里逃生过的人，我真的很后悔，当年我为什么没死在那场火灾，也就罢了。我死了，你就不会看见我亲生儿子做尽坏事。 念文，你娘说的一点都没错。如果爹当年不这么想，沈万生也活不到现在。这件事情的源头是我，总该。
该有人去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我来想办法解决。温雪，你不可以去，你去了也是送死，你知道吗？难道要让念文去吗？只有我能解决这件事啊。照顾好娘吧。念文。念文，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大叔，这一定是个误会啊！这还有其他的一定是……看其他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我不知道啊，大叔。吴奶奶。哎，小少爷。吴妈。少奶奶回来了，哎呦，老夫人不定多高兴呢，天天念叨你们。别站着，来，快进去吧。是吗？奶奶，哎呦，奶奶，哎，奶奶，哎，奶奶，我回来了。哎呦，奶奶的乖孙子哟。奶奶，哦，来。哎呀呀呀！怎么样？帅，真够帅的。娘，哎，西姐好吗？好，都好。哎，冯姐啊，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呢，这个家里头啊，就是空落落的。奶奶不知道有多想你呀。嗯，奶奶。嗯。这次我跟娘只是暂时回来了。暂时。怎么个意思啊，奶奶？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呀，有很多没爹没娘，他们想读书，但是又没有机会的孤儿。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幸福啊，所以呢，我跟娘决定去帮助那些孩子。啊，娘，这一切都得经过您和文旭的同意。嗯，啊，是吗？这，以后再说吧。啊。说，怕孩的误期怎么变成了石头了？大叔，这我不知道啊。我们在船上的时候，我亲眼见到，全都是枪支弹药啊。他说的是实话吗？是实话。上船的时候，我们都亲眼看到的。对。那在途中，船停过没有啊？说，不说老子帮你。停过，停过，大帅。为什么停了？我说。大帅，走，咱们沈家河西就去。来，奇怪，这李大帅怎么还没来呀？是啊。哎，也没看到念文呢。念文这孩子想的比较周到，是不是接李大帅他们去了？帅，您来了，欢迎。大帅，那些武器都还满意吧？满意。
这是干什么呀？ 沈万嫂，你这个活王八，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大帅，你和梅英的事儿，我也没追究啊。我什么事情？你这是做什么呀？我干什么？啊？那个傅念文，这么在码头钓低保。 好好的武器跑到哪里去了？现在武器在哪儿？调包？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哼，沈万生，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在上龙岗喝酒的时候，哦，对了，你走私的东西现在还放在我那儿呢。什么走私啊？大帅，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老子毙了你！啊！梅英，万生，老婆，万生，万生，梅英。 万生，你不能死！万生，万生，你不能！谁？娘！什么人？奶奶，请。彭菊呀，看到你有这么大的改变，奶奶真是高兴。 你想要帮助别人，也行。可是，不能留在家乡吗？这样，可以和你爹多聚一聚呀。啊，娘，温煦他怎么样了？啊，挺好的，也很认真。这两天都没回来。阿忠带信回来说，都住在茶园了。哦。 奶奶，嗯，要不然我去请爹回来吧。好啊，去找你爹回来，我让吴妈做几个菜，咱们今天吃个团圆饭。快去吧！哎，放开，给我出来！站住！冯，怎么了？救救我！他们杀了我爹，娘！什么？张副官。 你们这是做什么？干什么？奉大帅之命，沈家满门抄斩！彭姐，彭姐，你别动啊！彭姐，啊，彭姐！我最喜欢看到这样的画面了。一对亡命的鸳鸯。彭姐。 第一次看到你为我装起的样子，对不起，我错了。你闭上眼睛，你就给眼睛看看我，你看看我。真的好，可是你不是我的新娘。别说了，别说了，站起来，我们走。你快站起来，你站起来。 我要是在你的怀里，我真的能老好幸福。你不是要娶我吗？我现在就嫁给你。 彭姐，你不见我的，从小到大都是我欺负你，可是你。
娘，吃饭了。娘，吃饭了。娘，讲出来。
不起你，对不起傅家。没有那么不孝，至少娘死前不知道彭居已经死了。如果娘知道了，那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念文回来了，念文，念文，你怎么回来了？大帅到处找你啊！大帅的部队已经开拔了。傅念文，你回来了，回来给奶奶尽孝是吗？你活着。我的抛弃怎么办？二娘，对不起。你为了复仇，不光抢了抛弃心爱的女人，你还害死她。我的抛弃跟你有仇吗？你知道他有多信任你吗？你知道是你害死了抛弃吗？是你杀了我儿子，杀了我儿子，你赔我的儿子。琪琪，别这样，别这样。二娘，错都是我犯下的，我不知道怎么补偿你。好啊，我
我要你一命换一命！不要啊，姐姐！不要，姐姐！不要！不要！不要！你干什么啊，聂文？二娘，如果你杀了我，能让你好受一些的话，你杀了我吧。杀了你！不要！不可以！不要！父债子偿，子债父偿。如果你不开枪，就杀了我吧。好一个子债父偿！你和他是父子，那彭举是什么？我的彭举是什么？彭举是我儿子。彭举是我儿子。彭举是我儿子。如果你杀了我，能让你心里好过一点，开枪吧。彭举是你的儿子，彭举是你的儿子。父亲们才是娘。不要。姐姐，不要！知道我做什么都挽回不了你的心，我就应该离开的。可是为了彭举，就为了这么一点希望，我还是选择留下来。现在什么悬念都没有了，你跟我之间是该画个句点了。琪琪，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能不能过得舒心一些。可是我看到彭举对那些孤儿的爱，我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看到我那样对他们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也就足够了。琪琪，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话都没有意义了。如果你在外面累了，傅家的大门永远都为你开着。如果有下辈子，如果有下辈子，我们做朋友，别做夫妻。二娘，二娘，我只想告诉你，这辈子我愿意替彭举孝敬你。来，起来吧。
爹娘，你们还好吗？虽然前线很艰苦，可是我一直无比坚强，拼杀战场。回想起过去，因为我的狭隘无知和复仇心理，使我的家人一个个离去，性格家园。至于我们的境况，虽然已经身陷绝境，但是我们依然挡住了敌人的六次进攻，现在已经进入到弹尽粮绝的绝境了。可是存活下来的战士们依然要用最后一口气把这些侵略者赶出我们的祖国。行吧，不管情况多么艰难，我们都会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坚持到底。等我保卫住了我们的国，我就回去孝敬咱们的家。这次回去，再也不会让爹娘担心了，再也不会让你们伤心了。笑着迎接我，所以，爹，娘，等着我，我一定回来，带着胜利回来。是啊，叶孩儿，他是真的想明白了，虽然晚了一些，毕竟，他是真的悔改了。的心，盼望你。
是否被救赎，把思念紧紧的